我们今天来到白沙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洛卡，我是月妙。今天我们来海边玩， yeah！ 人好多，超多人的。对，果然是夏天到了，海边非常的热闹啊，超级多人。对，还有人带宠物来的。对，我们今天还帮妹妹买一个游泳圈，让她穿泳衣，就是要让她稍微的玩一下水，感受一下夏天的气息啊。哇哇，好玩吗？他会紧张。他在玩飘飘船，但是这个其实超级浅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这么浅而已。然后他在这个地方玩飘飘船的感觉，我觉得海边跟山上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啊？各有不一样的宁静跟感觉，我觉得。真的、哦？对啊，我们再聊下去，我们的小孩就飘走了。他等会不会在海上成为汪洋中的一个小朋友？汪洋中的库巴。哇，又来了，再度挑战。哦，海浪来了。浪来了。浪来了，浪来了，耶！来了，来了，呜呼！哦，妹妹习惯那个海浪的飘飘船的感觉，节奏了。对。那你嘞？你喜欢海边呢，还是山上？我喜欢海边还是山上哦？我觉得海边大过于山上多一点点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。我选择山上的话，可能年纪比较大、欸。不会啦，我觉得是各有优缺的。山上我觉得恐惧感会稍微大一点点，比海边还要再大一点点。哦、因为海边比较广，所以你的视野会比较开阔、比较阔、而且是都看得到的。嗯。对，可能是差别在这。嗯。而且我阳光男孩啊，所以这个在海边就是阳光男孩一定要的啊。对，虽然说现在这样看起来不太像，一副就是，你看我还提着妹妹挖沙沙的工具，身上背着包包，里面放着钱啊、手机什么的，那妈妈身上呢，也背着很多我们的衣服，背着 iPhone S， 对，我们背的衣服就是更换的东西，标准的爸爸妈妈型的。对，为了小朋友，今天就是他来玩水，我们陪他来。我觉得妈妈应该要穿比基尼的才对，3.4的那种比基尼，就穿起来的话就是整个没有那种身材啊，怎么办？确定吗？可以啦。来了来了，耶耶！背面让他冲，背面让他冲，来来来，放轻松放轻松。妹妹会紧张，然后就尖叫一下。妹妹好玩吗？来了，耶、yeah！自己站起来，连妹妹的小腿都还没淹满，差不多快到膝盖。哇，玩沙时间，这个好多、哦，可以玩沙了。哇，可以盖城堡了。对，可以盖城堡了。不是，你怎么把水直接都倒下去了？我要先挖马路。先挖马路。水道，那个叫水道，水管，那个叫护城河。挖了，要挖一挖会有螃蟹吗？可能会哦。你挖一挖，晚餐就有着落了。还是挖一挖会有钻石？我觉得认真一点挖，说不定会有螃蟹。要有钻石才好。钻石可能比较难一点。你要放下去啊？什么东西？妹妹要来盖第一间城堡了，看看会不会成功。现在在帮城堡填充沙石当中。妹妹很聪明，会把它压平、压死，这样子盖起来会比较漂亮。我们先盖一个。有没有成功？哎、欸，好像还可以，大城堡，超级大，对，超级大城堡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城堡会不会成功呢？啊，妹妹的大城堡，要在哪边？这边，这边，平平的这边可以盖，这边好。哇，失败。有看到人家盖这个超级大的，超级大一圈，真的超级大。然后这边也还有人在盖，都超大的。妈妈，你会喜欢在沙滩盖城堡吗？会啊。小时候你也会这样去玩吗？会啊。会啊。这样玩就是很无忧无虑的感觉，然后很放空，想干嘛就是干嘛。因为我小时候很少去海边玩这种沙子。会啊，我们夏天我爸爸都会带我们去海边。好、哦，因为你们离海边很近。对，换爸爸了，看会不会成功？看会不会成功？哎，那完了，失败了，跑出来了。哎、欸，还可以耶，也挖了，哇！哎、欸，他这样子在海边会不会放的音乐，让我感觉有点像芙蓉海水浴场？哦，就晚上的那种可以喝酒感觉。你又想喝了吗？但喝了怎么回去？你喝了是我开车啊。那、啊、你不喝也是我开车啊。喝酒要有伴啊，要不然一个人喝会觉得很孤单。你只能在 call 新店彩铃跟老爸吗？
苏珊好像也可以哈、哦，对，可以。超级酒国女英雄。Bring me things from the store。我先把妹妹埋半身，现在爸爸要把妹妹埋在沙子里面了。他不敢埋全身啊，所以我们就埋半身就好。对，我们把他的脚埋进去，啊，等下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有没有凉凉的？有吗？这样看起来好像美人鱼哦。是吗？对啊，因为他的鱼尾在沙子里。赶快把它埋起来。哎，不用了，还没啦，还没，还没。还没，再次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次，再次。太大了，小孩不好玩。再进去，不然把爸爸脚埋起来。爸爸脚埋起来，那爸爸坐下去好了，我们把你整个身体都埋起来。不行，我可能有点难救，身上都是山西。啊，被埋住了怎么办？啊，走不了。人家说库巴都是血型，明明就是像爸爸，有没有？基因在这。不是，真拔不起来。啊，这沙子怎么这么重？怎么那么碍眼？我们现在在挖一个大窟窿。哦，脱鞋子比较舒服吗？对，好舒服，都沙子。我们来挖一个大窟窿，把妹妹放进去。等下可以去舀水上来，这里一个小小游泳池。不会，它一定会漏掉，因为这是沙。有水了，有水了，有水了，我们挖到。哇，真的耶。因为它会有水啊，它那个海水的那个会渗在沙里面，所以深度够到一定的话，就会有水了。真的耶。我们挖到地下水了，天啊！哇，直接在这里建一个水井，发大财了，卖水就发大财，妈妈。我们可以卖水了，哇！挖到一个水坑了，哇，越来越多，而且里面的沙会坍方，对不对？对，会垮下去，弹一圈，因为有水。那你看，可以这样洗脚了，哇，好酷哦！哇塞！哎，其实这样子挖，只要把带来的饮料放在这里，也可以冰冰的啊。是吗？这个不会吧？不会吗？不会啊，这不会冰。吸水才行哦、oh. 哇，它有点点退潮了，刚才水差不多是在这个地方吧，然后现在水已经退到这边去了，大家可以看那个海浪，然后这边的沙件整个都露出来，一个小小沙洲的概念，哇，好酷哦。因为我们刚才就想说妹妹会舀水来玩，然后我们就要离这个水的地方近一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还有海水流下去的水痕，然后妹妹就在旁边玩，结果现在下面已经退下去了，越退越远啦，越退越远。哦，这样子踩在海边真的是非常舒服的。小腊肠，它跑好快啊！If you ever feeling blue, rest assured I've been there too. We just pick up where we left off, then we tow the line. 被埋住了？没有没有，不会，欸、太简单了。那你还跑走？好舒服哦！哇，他这跳一跳，沙子就不见了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！哦，有飞机耶！赶快抓来吃。抓，可以吃。好，一定要达成。要达成什么？我的愿望啊。哪一种愿望？心里所想的愿望。你说钻石是不是？没有，一定还要比钻石更大的。我找到别人的铲子。对，我们刚才在海上捡到一根漂浮的铲子，然后人家说金铲子是深蓝色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所以黑色的铲子意思代表是什么？双胞胎。双胞胎，可以不要吗？这个太危险了。双胞胎我可能养不起，而且会累翻了。对，真的会累翻了。其实现在养小孩哈，最可怕的是，你看像他现在要跑学校了，然后有很多人就有跟我们讲到，其实为什么不读公立的？为什么？原因就是因为在公立的时间没办法待那么长。哦。等于是说我如果把他送去学校的时候就可以把保姆的钱取消掉，嗯，那等于是相对的省钱，嗯。可是如果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公立的，虽然说比较便宜一点，可是他没办法到很晚，嗯，就很早就下课了。对啊，假设是上班族的话，就可能没办法，哦，没办法去接送，哦，就要安亲班了，另外再安亲班。那如果说你看啊，假设一个妈妈在家里哈，你现在要打一个双胞胎。假设你现在要打一对双胞胎，哦，左拥右抱，对 对，哇，多么幸福。对，然后他有可能他要接送上下课，嗯，然后我又在外面上班的话，就很有挑战了，对不对？同年纪还好，如果双胞胎又一个哥哥或一个又妹妹，
就又不同年纪，就时间完全不一样。而且你看哦，他假设两个，你又不可能让他待在家里面，对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带出来啊！对，一定要带出来。那两个你要一打二，然后手上再牵一个一打三，一个推，然后去接哥哥下课，接姐姐，接哥哥下课这样，真的很有挑战。现在妈妈要玩一个游戏，套圈圈大赛，套自己的小孩，天哪！天底下居然有这种妈妈。不是，我的奖品走掉了。奖品走掉，套到那个你回家再生一个。套到了，完蛋了。套到了，我说套到再生一个嘞。好，其实来海边玩的感觉真的是蛮不错的，而且我们被闷了一阵子，应该差不多一个月有了。这时候突然出来就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世界空气真是清新。对，看看太阳真的蛮舒服的。对，就算有点热有点流汗还是舒服。对，黏黏的，这个小家伙又来了，多么舒服，有没有很开心？看，把这个带回家吧。什么东西带回家？沙子吗？沙子家里都是啊。对，沙子应该不用带回家了。我们家到处都有沙子啊。没错没错。那其实我们有在想啦，就是很多人问到说有没有打算给库巴一个弟弟或妹妹这样子。这个问题啊，其实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觉得就最后两年左右的时间，因为我们就快满四十了嘛。其实如果真的满了四十啊，差不多我们就放弃了。因为就真的就是自然而然就好啊，如果真的没有就算了，这一点是我们自己的想法。因为如果真的年纪太大的话，也会比较累。对，然后产妇也会越高风险。对，所以真的时间差不多，如果到了还是没有那个缘分的话，我们就放弃，我去帮他绑个小啾啾。谁绑个小啾啾？我去绑个小啾啾啊。哎，不用吧？我不用啊。不要。他如果突然有嘞，四十几岁，然后突然哎靠，来一只了怎么办？应该不会吧？真的吗？会这样吗？我不知道、啊、我不知道。一切问苍天。对，反正就是随缘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今天来海边玩的这次很生活的 vlog 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喜欢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留言，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。大家希望库巴可以有弟弟或妹妹吗？暑假快来了，耶！关了什么事？拜拜。